北台湾相对平安，为受灾的人诚请祝福。双手合十，献上灯、果、花。慈济祈福会盛大举办，地方代表进场共斋，为当地送出诚挚祝福。地球暖化的因素啊，所以很多灾害都是非常的急剧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区公所的同仁，还有李林长们哈，一起来参加这个祈福活动，希望能够在未来大家都能够平安然后吉祥。我们在推动我们的孝道为主，那我们也发起了师生，准备了树斋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为我们全世界，为我们的松山区，为我们大家来祈福，为我们的居民祈求国泰民安。贩卖结合入金藏，有氧歌声传递祝福。七月是慈济的吉祥月，民众现场一同祈求国泰民安。每一次进到慈济的这个道场，松山联络处，我都会觉得心情就是非常非常的平静。然后今天也一样，可以为我自己，或者是为我的周遭的一些所有的亲朋好友，或为我们这个社区来祈福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。唯有推动如素守护生命，慈济虔诚为受疫情台风所苦的人们祈祷。大爱新闻潘冠霖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